天穿越下下界，为庆祝五虎娘娘苏丹受高赞，便利开始。全体指挥人员将五虎娘娘开一列准前行双向礼，一同双向，再双向，三双向，十向。全体指挥人员将五虎娘娘开一列准前行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奉茶，奉茶神就位。水涌通带涌见识，
向统战神、应战神救护衣，独身修木，一支神救护衣。国穷乃至无言可立，自从孤身求义，莫使身死抛身以求义。
凭几身秋衣，凭几身衣秋衣，王者衣。我是神救我，是道神明宝，娘神神供养神家，祖神供修接家，多神。
三条柱高升，这次神作酒功臣，只因朱祁神脾气生是好出言理，报错钱亏停价停咯，条数再条数是三条数天用中华民国一百零六年，谁是战友？一见人是梦也归避，一见也战友是良心，今有客家为烟灰。主人为人李永丹，南头人人中的名称，心意扬州四条，南头人心意扬客家文化发展协会理事长邱水勇同代。南头人向军师广协会理事长李干事开始放中山军师认定为新义乡客家文化发展协会举办三面建立九号新国展。经济松开，清凉茶酒，再数果品，永驻翠北，祝福日头，下届新历走出青州，祝你永年安全，经济美满永永，快点的春心过昨天。为年日永永值得万年流芳，年少轻轻修补天朝，谁敢万物年数再有庶民感恩永远不忘天风激情金碧秋中天生金牌了表心胸，其永永训练来家来生，必有国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三省人等南疆北府五纳天乡，家家吉庆夫妇永昌，五节雄勇。
三条树高升天生富贵一枝扇作酒风茶只因竹枝扇披枝扇是行那夜里报错钱亏金家金呢条数再条数十三条数高山
祝神恭寿送家送神。子孙鞠躬归在求求子三求求高升归主子六求求高升归求求在求主是求求主高升主之根必之根容身推为即是神亦推为三遍礼兵不成凶莫慌拥有三世银灯嘎嘎嘎嘎嘎是夫妇隆隆茶葱
山协会以十州流水流同代乡亲是国协会第十中第港市海神峰中山新市民镇为新义勇客家发展协会三年建立九号新国站冬天分用白墙共享五毛永远快乐的尊心尴尬难挑战新义勇朋友广州听见回首家属中山新市民镇礼拜新国站巡回典礼圆满完毕，移动恭送五毛娘娘回天的尊心，跪天天中国贵天寿，中山新市人丹，结束敦促宾果尊心。那么认真的在学习，总算有点成果，恭喜你们了啊！现在我们的成果展就到此告一段落。